梁咏琪之前啱啱先同老公翻完西班牙探亲，咁快又全家出动去 shopping 啦，好恩爱喎、哦！睇下 B 女 Sophia 先，手长脚长又周身肉，好得意啊！早排 Gigi 等埋老公放工，齐齐去太子大厦买 BB 用品。睇下 Gigi 拣 BB 用品，佢样几专心，就知佢母爱有几泛滥啦。据知，即使 Sophia 已经八个月大，不过 Gigi 依家仲喂紧人奶，佢仲打算喂到个女一岁先停。就系因为咁 ，Sophia 先会生得比同龄嘅 BB 大只。为咗炮制大只 BB， 谨慎嘅 Gigi 更加由生完到依家，一直都好小心饮食，就算出埠开工都会带埋泵奶工具去，尽量唔好嘥啊嘛。为咗个女出心又出力，唔使问 ，Gigi 一定系 Sophia 个 biological mother 啦。